干嘛蹲下来啊？Alright， 我们家玩的是恐怖修女。Hello， 我们开始了。然后啊，白痴哦 ，Mother， 开门。这一个亮亮的电话卡啊，白痴哦，为什么他出来都没有声音呢、啊？走了走了走，我们先上楼好了，不可能再像上次那样了。如果想要看我上次怎么样，可以点右上角的资讯卡，这里应该不会有修女的。啊！白痴哦 ，mother！ 这里应该不会有修女的。出来啦！哎，白痴哦，这边 ，hello， 拜拜，干你娘！恶魔退散，恶魔退散，白痴哦，快跑了！啊！哎呀，为什么他会爬啦？他头在转几点的？快点，这个可以，哎，这可以拿，哎，这可以靠他，快点，快点，修女 baby 嘞，妈的，修女直接给我啊，白痴哦，在那边打击，靠背怎么没用的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上楼，上楼，来可以上楼，在这 ，Oh my god，、啊、白痴哦，在哪里都出现你，你妈自死啦！我听到他声音了。傻小啦！啊！白痴哦 ，mother 嘞啦，搞偷袭呀！年轻人不讲武德，武德在哪里？武德啊！干嘛蹲下来啊？啊！白痴哦，为什么他每次出现都要叫啊？叫屁哟！哦！啊！啊！杀鸡操！Oh my god， 修女 baby， 哦、oh, 不 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你要走多久？白痴啊，怎么办？不要，你要干嘛？救我！啊，在那边，妈的啦，妈的，快点 ！Oh my god，Oh my god，Oh my god， 你干嘛啦？啊！捞一波，捞一波，下边来的啦！哦，他走了，他走了。Oh my god, Oh my god, Oh my god！ 捞一波，捞一波，在哪里啊？白痴哦 ，mother！ 快点打火机！走了，走了，走了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快点！这灭火器装饰用的，是不是啦？我放弃了，谢谢。下面是干嘛的？出发？还有其他章节哦。啊！修女 baby。好的，不、哦，你要干嘛啦？这个就不会怎么样，撒小面具啦，妈的，阿妈在卖的哦。好了，好，最后结尾，我想跟大家说一件事，就是我们频道已经突破100订阅了。哦，如果要办 Q&A， 应该会等到差不多。至少1000订阅或是10000订阅，那就是没有人会留言，所以不要再催我办 Q&A 了。如果要办，你就赶快订阅起来，然后按赞、分享、留言，一定要留言让我知道我到底哪里有做错。下次见，拜拜。I can fly.